今天我们来看一张照片。照片，这个是照片。照片，这是一家理发店。理发店，理发。店，理发店。护理头发的是理发店。服装店，卖衣服的是服装店。书店，卖书的，书的，卖书的是书店。便利店，24小时便利店。便利店有很多东西，大家买东西很方便，所以叫便利店。这位是老板，理发店的老板，他在为客人刮胡子。刮胡子，老板年纪大了，他年纪大，客人也年纪大。我年纪不大，我很年轻。老板有一头白发，白发，黑发，一头白发。老板戴着眼镜，眼镜，我也戴着眼镜。这个是眼镜。老板戴着口罩。老板穿着一件衬衫，这是衬衫，一件衬衫，两件衬衫，三件衬衫，一些衬衫，这是一件格子衬衫，格子。老板穿着一条裤子，裤子，一条浅棕色的裤子，这是浅棕色，这是棕色。老板穿着一双棕色的鞋子。老板戴着一个手表，好像是 Apple Watch。客人躺在椅子上，躺 like this， 像这样，这样躺椅子，这个是椅子，椅子的椅背是可以放下来的。椅背，椅子的背，我的背。客人的胸前放着一块白布。胸，白色的布。老板的身后有一个水池，这个是水龙头，这个是水管，这个是水管。水龙头旁边有一块黄色的抹
布。抹布是用来打扫卫生的。水龙头的上面有一个镜子，镜子很脏，镜子很干净。镜子的旁边有一排钩子上挂着两个挂历。这个是挂历，这个也是挂历，挂历挂在墙上。钩子上面还有四张照片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四张照片。理发店的门很大，门。这个是门。理发店的门很大，门上有一个挂牌，小的牌子。挂牌上写着营业中三个字。门上还贴着一副对联，这是一副对联，两个竖着的，一个横着的。这里是窗帘，这也是窗帘。窗帘上有很多橙色的花。门外有一辆自行车和三辆电动车。自行车是棕色的。不对，自行车不知道是什么颜色，因为自行车生锈了。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说某个人的脑子生锈了，就表示这个人的脑子不好，很笨。这辆自行车很旧，但是坐垫很新。这是坐垫。这辆自行车是黑色的，黑色、白色。这辆电动车是白色的。这辆电动车是灰色的，看不清。这辆电动车很旧，车上还有一件衣服。一件什么颜色的衣服也有点看不清，好像是一件紫色、浅紫色的衣服。这两辆电动车比较新，这个是电动车车牌，每辆车都必须有一个车牌。这是车灯，这个是灯，这个是车灯，车子的灯。这个是反光镜，这个是坐垫，这个是轮胎是圆的，这个是撑脚架。天花板上挂着一个灯笼，这个灯笼很旧，上面有一条龙。门的旁边还有一个木头
信箱。这个门也是木头的，木头信箱只能看到一点点。好了，你今天学到了什么？欢迎在评论区给我留言。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的话，请点赞、关注。感谢你的收看，再见。这个 OK， 今天我们来，今天重新来 1, 2, 3，尴尬。